张罗西歪，大家应该都把它定位在上班、知性、文青。所以呢，我们来颠覆一下私底下的六日，你们的西歪要怎么做？牛仔裙、连帽、长洋都可以，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，它就是很正宗的卡其色哦。然后呢，不会显黑，因为妞儿最近也是晒黑，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。后面你可以很简单绑一个蝴蝶结，或者自然垂坠，或者是你想要风衣外套绑在前面也都可以，随心所欲的。那这件一样是 S 号、M 号、L 号，大家都可以穿。手袖的位置你也可以自己抽皱，你想要皱一点就拉紧一点，想要松一点就把这个扣环放松一些些。外面是西装滑料，里面是冰凉料子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准备这样的衣服。它其实最百搭两个颜色，黑色跟杏色。那扣子呢，本身都是这种琥珀扣。重点是我们两个很聪明的，都是搭连帽线。因为西装外套其实搭连帽线，这个帽子露出来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，超级无敌加分的。